第四名《星露谷物语》869票。哎，这个游戏推荐的好，我就喜欢这种休闲不甘的游戏。首先创建一个角色，农场名字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得好好斟酌一下。好，最喜欢的东西，摸鱼使我感到快乐，动物偏好，猫，各种花色的猫，哎，还有狗子，没有跟我一样品种的狗子吗？随便选一只算了，还可以自定义人物，灭霸子，就这样吧。 OK， 进入游戏。我时常在思考，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是日复一日的坐在格子间里面，机械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，吃着只为了让自己活下去的外卖，过着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日子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是人群中最亮的那个仔。哎，他在干什么？电脑都没开，摸鱼。就算是这样，为了生活，我们却还一直坚持着。但总归会有坚持不住的那天吧。或许人生不该这样，是时候该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了。亲爱的大聪明，如果你在读这封信，你一定身处困难，期待转机。我将那块地的器具放在了信封里，那你寄托了我所有的骄傲和愉悦。废物农场，我靠，这个名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怎么没有人提醒我一下？尬得我都抠出了十座废物农场。出发，新路谷 0.5 英里。你好，你就是大聪明吧？完了，以后每次有人喊我名字，我都会多一个废物农场了。好，第一天我们有500块钱的启动资金，先四处看看。哎，这家里不是还有一个家用电器吗？也不算太糟糕。天气预报，算命占卜，你要走霉运了。什么？我不信。这里还有任务，开始播种并收割防风草。介绍，和镇上的人打招呼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农场了。哇，真是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啊，好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要想富，先撸树。我们得先清理出一块地盘来种田了。好，清理出了一块小场地，准备开始种田了。作为一名专业的种田佬，我种的田你们一定会由衷的喊出一句屌。怎么样，屌不屌？想必你们此刻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吧。啊，这个就叫专业。好，田也种完了，接下来根据我以往玩这种游戏的经验啊，应该是出门转转，搞点零元购，顺便去别人家里面借点东西回来用用，没毛病吧？有人吗？需要建造些什么东西吗？这是一个商店呢、啊、还可以升级房子，需要10000金和450木材。建造农场，哎，可以建造坤舍，需要4000金。别急，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回家用用的。烧杯机，去上面房间看看。 No。 啊，只有好友才能进卧室，看来这个游戏不存在这种零元购的行为啊。雷猴，进你帐篷参观一下没意见吧？这么小，略显寒酸，我甚至都想掏点钱给他。对不起。哎，路边的野花可以采，这不就是零元购吗？两朵黄水仙，发了发了发了。这边有个公告栏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哦，这应该是标记节日，还有他们的生日，应该是要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送他们礼物。又是一个商店，这家是卖什么的？人呢？人在这里。农夫大聪明先生，对，没错，是我。买种子可以找他。好的，奶奶，麻烦让让，我
要跟后面的小姐姐聊天。雷猴啊，不用谁都见面叫我名字吧？哦，上面是你丈夫是吧？你见过我女儿阿比盖尔吧？阿比盖尔，见过，在隔壁玩饥荒呢。哎，这一出门天都黑了，都晚上八点了。我到乡下来就是为了过悠闲的生活的，绝不加班。哎，有我的信，我刚钓完鱼回来，我有些东西要给你。哦，看来我是要成为钓鱼佬了。说起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，要去沙滩，先四处转转。这是人家的信箱。营业时间早上9点。哎，这边有个宝箱，啥也没有。碰到了一个老渔夫，他一看我就知道我钓鱼天赋异禀，立马送了我一根竹鱼竿。从今以后我就是一个合格的钓鱼佬了。哎，这包裹还放不进去，没解锁，就这么一点包裹空间，这也太虚胖了吧。我叫费尔格尼尔斯，接下来就由我专业的钓鱼佬为大家展示如何轻松在野外钓到鱼。哎，然后我们去旁边的鱼店买一条鱼，假装是自己钓的。这间房子一看就很有文化，进去看一下。这是书店吗？欢迎来到考研办公室。什么地方？乡下考研都这么卷吗？哦，是考古研究办公室，对不起。开箱子，哎，开出东西来了。哇，可以啊，但是我包裹满了，怎么办？这地上一看就是个好东西，算了，等会儿再来捡吧，应该没人偷吧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铁匠铺，商店，卖矿石的。还可以升级工具，2000一次。嗯，这边还有一个桌甲超市，这里居然还有超市。这超市建筑风格怎么跟这个小镇有点格格不入啊？哎，还有游乐场，坐秋千。哎，怎么坐不上去啊？秋千抹油了。摇啊，摇晃，摇啊，不能摇。哎，那边一个马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摇啊，摇啊！哎哎哎，上钩了，上钩了，上钩了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玩？哎哎哎哎哎！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应该是拿这个绿色的条把鱼框在里面。哎，看我高超的技巧！好，小样，哼，我不愧是专业钓鱼佬。一把就钓上鱼了。晚安，汤布利伯。升级采集一级斧头专精，新制造配方。原来还可以造东西的。宝箱，收藏你的物品的地方，正好背包空间不够了，造个宝箱放在外面，把这些杂物都给放进去。今天是雨天，我甚至都不用浇地了。这个雨声听起来好治愈啊！要不宅在家里看电视吧，根本不想干活。哎，捡到这个什么玩意啊？金球，可以让铁匠帮你敲开，好东西啊！这边还有一个农庄，可以在这里买到动物的，这是成为养殖大户的地方。我记得这个里面跟妹子的感情足够好是可以结婚的。你想要过些夜生活吗？不想。这边还有一个妹子，哎，还可以坐他们家凳子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妹子？哥帅不帅？哥帅不帅？有没有被哥深深的吸引？不理我。傻逼！嘿，别碰那些垃圾，不能当着人的面翻了。哎呦，障碍家族！没想到普普通通一个小镇子，还有这种时尚天团呢。一天又过去了，奖励自己一把就去睡觉。哎，来了！啊，可乐！钓鱼还能钓起可乐来呀？来铁匠铺把金石砸了，砸开金石，一刀穷一刀富，单车变路途。怎么砸？放这里啊，
来，哎，翡翠、祖母绿、孔雀石，这些东西可以捐献到博物馆的。这有这么多桌子，捐到什么时候才能捐完呢？奖励我250斤，可以可以。哎，他不会是骂我的吧？说我是250，早知道我就卖掉了。可以把上次没拿的大宝贝拿走。垃圾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垃圾。操！要想富，钓鱼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好，来了，上钩上钩上钩，来来来来，哎哎哎哎哎，这鱼竿怎么这么活跃呀、啊？这么难钓，没想到我专业钓鱼佬都失手。再来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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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好，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这鱼这鱼这鱼，哎，哇擦！去买条鱼假装是自己钓的。第五天，我地里的东西终于熟了，收获防风草，好多好多。这就是丰收的喜悦吗？发了发了发了。哎，怎么会有这种带心的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稀有品种吗？家的属性都高了好多了，放到箱子里面卖掉，这个稀有品种也卖掉吧。接到新的任务，打造一个稻草人，养殖动物，建造一个鸡舍，鸡舍好贵呀、啊，要4000块。我这里完成任务又奖励了我100块，我现在才800多块，什么时候才能存够4000块呀、啊？天天007，还没有工资，我要回城里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先体验到这里了。这才第五天，其实我私下已经玩到夏季了。这个游戏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内容还是挺丰富的，可玩性很高，而且慢悠悠的玩真的很治愈。强烈建议最近压力太大或是心情不好的小伙伴静下心来体验一下。 OK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